现场的贵宾、律师，还有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这么炎热的天气，劳驾各位来参加我们北社的感恩忏悔，许多大家各界在给我们支持，感恩帮忙倒脚手。十几年来，北社变成了我们为这个土地贡献的宗旨。我伫前几位的社长，会建立真好的基础之下，苏主席来，咱请坐。差不多台湾所有的大大小小，为了咱台湾的主权，为了咱台湾的所有一切，咱大家拢无少咱的金钱，无少咱的心力，一起来付出，为了台湾共同的打拼。但是咱所知影，这几年马英九这四年外来，将咱台湾人带入真痛苦的生活之所，因为这2008年初期，伊就为做咱这九二共识，同时这两年来，这个恶化啊，甲美国独孤的事件，以及一国两制。一直到油电上面的起价，甲上紧的这个政策性，拢在在拢是表现伊无能的政府，伊唔知要怎处理这个国家，唔知要怎替台湾老百姓来谋福利。尤其最近社会上爆发的，就是国民党的高官林益世、林益世，伊本身发生贪污的案件，波及到真侪国民党的高阶层，但是。伊同款讲，这是台湾人的贪污的钱，因中国人无咧贪污。你看这个路听会落，听袂落。因为安尼，所以真侪代志，伊拢牵拖予咱台湾人。讲是咱的像啊，过去民族执政的时代，拢真无好，贪污拢是咱家底部的安尼。这款真无天理、真无公道的代志，实在予咱台湾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愤慨。咱今仔日直接共同来思考咱台湾。未来这代志，未来的前途，咱为着安尼，这个马英九政府向中国强烈的倾斜，所有代志拢推予陈水扁总统，这款是非常无公道、无公义的代志。为着安尼，阮北社甲真侪执政团体共同来拍拼，共同来是讲，早日会当予咱陈水扁前前总统会当早一日倒我就伊前几天也受着咱。在座的这个民进党苏主席，伊的人数，咱希望这个案件会当赶紧早一日，予咱陈水扁前总统会当出来。咱为着安尼，咱来感谢在座各位来参加人数，也感谢苏主席等等。所以咱予咱家己台湾人加油一下，一掌声好无？因为陈水扁前总统，伊背负了台湾的原罪，所以伊的基本的人权，咱是绝对爱去甲照顾，爱去甲拍拼，爱去努力，这是咱共同爱努力，大家爱去思考，爱去拍拼的代志。咱所知影，台湾国内现住时的 GDP， 国内总生产量已经伫亚洲四个小量中间是上尾流来，会使讲咱的生活指数退转去14年前，啊，这款。非常可怕的代志，咱所知影，马英九为着这款这么无能力，伊向中国倾斜以外，伊只有是伊的声望，直降，直剩15%尔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咱真侪台湾的这资本家受到恶化影响，所以咱大力去投入中国中国。咱知影，在2012年有122亿的美金投为台湾投入去中国，去年133亿搁出去啊，但是。国外来甲咱投资的时阵，竟然是全世界倒数第二名，这敢若赢非洲的安哥拉，这台湾人实在是这款政马英九政权的统治之下，是你看有悲惨无？非常非常的悲惨。这款代志是咱的时阵啊，想袂到代志，也是过去几十年来台湾人咧打拼中间啊，袂当想袂到的代志。
咱知影，根据这个美国芝加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物价指数的时阵，现就是全世界物价差不多原油芝加哥的原料油其实脱碳降50%，哦，油已经降超10%，这边20%，但是收回到咱台湾是安怎？是颠倒油颠倒起价，哎、欸，这款政府是完全无去退休老人老百姓，你讲安尼有合理也无合理？咱是不是大家起来爱甲抗议？是要尽咱是力量来好好来思考这个。实际上，台湾今仔日已经坐歹，咱所讲台电来也是真大真大原因滴。阮有去甲了解，台湾的气电工程，现主席伫淡水边政府的时代，因的备载量、高峰备载量，就是讲热天八月的时阵，中道时强热的时阵，是11%的时阵，但是卖又提高我26%，啊，你要知道每1%是100亿的台币。代表讲，这是加1500亿台币的付出，但是伊个气电工程是安怎创个哩啦？伊个所有气电工程厂一刀起也买4块转来，哦，然后才倒回去2块7。我甲算算个，干那这条桥一年都倒了100几亿，你想看卖？这有合理无？非常无合理。伊无要解决咱岛内所有问题，但是替台湾讲下只钱来得出，诶，各位，恁大家挡会牢也挡袂牢。我相信，各位同款，拢同款挡袂牢，所以为着安尼，阮北社甲所有团体呼吁，为着咱台湾人将来安居乐业、生活的美满，咱无论如何，要尽咱力量来推动这个恶霸政权，来替咱台湾来好好来走出这条新的路。实际上，咱大家拢非常心情拢非常沉重，但是伫沉重中，咱又有一挂欢喜的代志，就是讲七月最高。日本政府已经正式同意讲，台湾是用是日本的住民用台湾的国籍，哦，台湾能力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啊，你安知啊？2003年，陈水扁总统将台湾的 passport 顶头写的是台湾了，这回日本的法务部部，伊无要给外交部处理，无要给外务省处理，国防部部家己统计，讲因为2003年，恁会顺利用台湾，所以我刚刚用着这个。这个基础之下，我予恁台湾人，台湾伫日本的台湾人，正式有台湾的国籍，这是咱伫这个苦难的中间发出一挂未来的光光线，也真欢喜国际路线。咱希望会当继续，真侪国家同款来支持咱台湾，同款来支持咱台湾。所以因为安尼，阮今仔日办这个感恩参会，伫遮也非常欢喜，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各界来甲咱支持。但是我嘛是在期待，啊，咱苏主席，啊，甲这个咱吴主席，啊，甲所有咱在座的所有台湾的社团及好朋友，咱来放弃咱所有一切无相关的声音，共同团结起来，为着台湾的前途，咱好好来拍拼。过去虽然是真侪所在无相关，但是无要紧，咱要有真好未来，咱为着大家来共同来拍拼，为着大家来为着台湾的子孙来好好拍拼。所以，伊安尼，阮伫遮办这个参会的时阵，我真感谢我所有的团队，阮北社团队李干事所有一切社友，日日甲阮支持，尤其予我会当伫遮徛起遮，向大家真诚恳恳来讲，我有这个北社最后盾，非常的光荣。尤其阮的吴前社长，伊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哦，有招致社长今仔伫遮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啊，我会当希望讲。咱伫未来伫所主席、共主席领导之下，咱台湾人走出一条真好的康庄的大道，会当为着咱的子孙继续来努力来拍拼。哎呀，希望各位大家来，咱共同来祝福，共同来努力，共同来拍拼。今仔日感谢各位再度光临，多谢各位，祝大家事事如意，家庭美满，平安喜乐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多谢了。咱多谢台湾北社咱的周社长。